主角还是超超超超甜的柳如烟。一篇高达 9.9 评分的完结甜文，如烟提示，正文开始，跟认识了半年的网恋对象见面，却在约定好的餐厅里看到了我的青梅。见他打扮的人模狗样，我本想上前嘲笑他，可没想到他就是我那个网恋对象。回想起我这半年的各种老婆宝宝，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现在摆在我面前一共两个选项，一是走到柳如烟的面前承认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，然后被他嘲笑；二是趁他还没发现我的真实身份前跟他断绝关系，这样以后就算他发现我也不会受到影响。于是我果断选择第二个。对不起姐姐，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骗你，其实我是个女人，以后我们也不要联系了。此时此刻我无比庆幸我的手机里有变声器，可以将我那软糯的声音伪装成伪娘。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和我说你是女的，你当初为什么不说你是女的？算了，女的就女的吧，你出来我们见一面。看着柳如烟发来的语音，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要从胸口里跳出来。不能见面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见面。按照柳如烟这丫头的性格，肯定会把我网恋的事情告诉给我爸的，到那时候可不是两个选择就能搞定的。我捏起鼻子阴阳怪气的回答，哎呦小美女，难不成你爱上我了？那可真的太可惜了，我不喜欢女的，我只是想找点玩乐的东西，伤害了你的感情真的很抱歉。咱们就这样吧，以后也不要联系了，小心翼翼躲在角落。听着语音的我内心无比激动，多亏了这变声器把我的声音改变得这么彻底，这样柳如烟肯定不会发现我的。贺强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我的身体僵硬住了。柳如烟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哈哈哈，好巧啊，你怎么在这？柳如烟皱着眉看我身上的白色小西服，你不应该在家里写作业吗？怎么在这？哈哈哈，对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呢？小强子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柳如烟伸出手摸我的额头，她的眉毛一直是紧皱着的，另一只手攥着手机，手机里的页面还停留在我发过去的几条语音，都是未播放的状态。万幸她还没听，没发烧啊？怎么在说胡话？难道是脑子坏了？上一秒还在感叹她好贴心的我，下一刻冷了脸。你要是不会说话就别说，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我气鼓鼓的说。柳如烟噗呲一声笑了，看样子你没什么事，没事就赶紧回家吧，外面不安全。我拢紧身上的外套，你叫我回家，那你在这干什么？柳如烟整个人突然变得很低沉，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，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？你也就比我大三个月。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没关注柳如烟的事。某天吃饭的时候，偶然听到老爸提起一句，最近如烟在忙什么呢？怎么好久都没见到他了？我夹菜的动作一顿，虽没说话，但两只耳朵恨不得竖起来去听。我上次碰见如烟，他整个人失魂落魄，好像遭到了什么打击一样。遭到了打击吗？难道是分手的事对他影响太大？我不由得有些内疚，如果我早点把话说清楚，柳如烟或许不会这么失落。强强去看看如烟吧，你们两个一起长大，肯定能劝好他的。吃完饭我拎着一大袋的水果打开了柳如烟家的门，家里空荡荡的，一点声音都听不到。柳如烟，柳如烟你在家吗？没人回答。我放下水果往卧室走去，推开卧室门，就看见一个柳如烟刚脱下身上的浴巾，露出傲人的汹涌，未擦干的水滴顺着沟壑滑落，逐渐下滑到黑色裤裤的边缘，让人忍不住遐想接下来的美景。哎呀，柳如烟你打我头干什么？我捂着额头控诉着他的恶行。你个小屁孩看什么呢？小心长针眼。话这么说着，但柳如烟却没有急着穿好衣服，反而有点刻意的显露自己的好身材。我爸来让我看看你，你要是死了我就可以帮你收尸了。小强子，你说这话我可是很伤心的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都被你抛在了脑后吗？柳如烟笑着说，是你抓周的时候非要抓我，不然我现在肯定有很多的人喜欢。从情窦初开开始，我身边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对我献殷勤的女生，别的男生在这个年纪情书收到手软，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衣服，因为每次柳如烟都会笑眯眯的从我身后出现，一把抢过女生送给我的情书，然后对她说，我帮你看看情书写的怎么样。我差一点点就能体会早恋是什么感觉了，都被柳如烟给搅黄了。既然你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。我起身就要回去，却听见后面咣当一声，刚刚还稳稳放在桌上的牛奶不知怎地洒了，好巧不巧都洒在了柳如烟的身上。那一刻我能感受到我的眼睛都直了，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。柳如烟右手扶额，叹了口气，小强子你走吧，我自己收拾就好。我擦了把口水，抽出纸巾，别，放那我来，我可以。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的柳如烟坐在椅子上，耐心的给我削着苹果皮。我坐在一边玩她的平板，时不时的咬一口苹果。你最近不出门，在家干什么？我妈爸很担心你。柳如烟将苹果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，还用叉子插好。小强子，你说实话，我长得怎么样？我玩游戏的动作一顿，挺好的呀。那为什么他不喜欢我呢？谁？我头皮发麻，都不敢看柳如烟的表情，生怕他注意到我。你该不会有喜欢的人了吧？我紧张的问。柳如烟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你这个脑子我还能指望你知道什么呢？你还是吃苹果吧。在我一次次的逼问下，柳如烟终于肯说出实话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谈了个男朋友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段时间不理我了。谈了个男朋友，我紧张的咬着苹果，脑袋里思考跟柳如烟网恋的账号有没有发照片，确定没有后，我的心里想到了一个很棒的小办法，或许我能帮到你。柳如烟看向我，两只眼睛散发着淡淡的温柔。我们小强子长大了，会帮姐姐分担事情了。来，帮姐姐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不理我了。我没接他递过来的手机，而是问了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我骗了你？柳如烟猛地看我，小强子这么好的人肯定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紧张的咽了下口水。当然，姐姐对象的事就交给小强子了，相信小强子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我怀疑他发现了什么，但我没有证据。用另一个视角看聊天记录，我才知道我到底有多么变态。每天宝宝长宝宝短的，发的语音也是能夹死一只苍蝇，也难免柳如烟动心。但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我的真实身份。我假装思考了一下，我估计他应该是觉得你不漂亮吧。柳如烟脸上的笑容一瞬间消失，他猛地凑到我面前，我很难看，我离他很近，几乎可以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旁。我下意识的转头与他拉开距离，让他不要听到我加速的心跳。当然，我硬着头皮说着，怎么可能？柳如烟很好看，从小到大都是街坊邻里夸赞的对象。可是这个人从小时候开始就欺负我。还记得小时候我不小心将点燃的鞭炮丢进了公厕，正好把上厕所的我妈炸了之后，这件事被柳如烟嘲笑了好几年。每一次见到我，她都会笑着说，这
这不是我们代表正义的鞭炮大侠吗？今天没被打屁股吗？最过分的一次，他竟然在我暗恋的女生面前说出的这句话，我恨不得撕了他的嘴。或许是忍受不了你的性格才和你分手的。我硬着头皮说着，柳如烟摸着下巴思考了好一会，才慢悠悠的开口：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你来当我的恋爱军师吧。什么恋爱军师？柳如烟，你认真的？被迫成为自己的恋爱军师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是觉得浑身不适。两个账号，一个扮演贺强，一个扮演柳如烟的小宝贝，还要想办法帮助柳如烟追求小宝贝。刚开始还觉得挺好玩的，后面就觉得有些不适，总觉得像是在自己和自己谈恋爱。小强子，你帮我看看这几件衣服哪件好看？小强子，我该怎么回复消息？小强子，帮我挑个合适的生日礼物。一次又一次的帮柳如烟出主意，这对我的折磨是与日俱增。我甚至都不想回他消息了，我不回他的消息，柳如烟就来家里找我，还穿着一件吊带睡裙。柳如烟，大早上的你不睡觉来我家干什么？我被他从被窝中薅出来。小强子，你快给我拍张照片给我的小宝贝发过去。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柳如烟，你要不要脸？柳如烟正对着镜子找适合拍照的姿势，听到我的话，施舍般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我好不容易遇见一个爱我的男孩子，多不容易啊！我肯定是要让我的宝贝见到我最漂亮的样子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。我对着他背影挥舞着手脚，杀了他吧，把柳如烟杀了吧。柳如烟转过身，小强子，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合适。你干啥呢？我把手背在身后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柳如烟面带微笑，那小强子过来帮我拍照吧。我从衣柜里掏出一件性感小短裙递给他，把这件衣服穿上，保证他这辈子爱惨了你。柳如烟很意外的挑了下眉，嘴角带着抹微笑。小强子，你平时穿的都是什么衣服啊？我去，我怎么把看 SP 小说时好奇买回来的小短裙给柳如烟了？我急忙把衣服藏了起来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件衣服，看都不看的递给他。小强子，你确定我穿上这件衣服他会喜欢？还沉浸在刚刚的尴尬的我硬着头皮回答：当然。柳如烟去换衣服了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急忙登上小宝贝的账号回复柳如烟的消息：对不起宝宝，我骗了你，我长得一点都不好看，你太好看了，我有点自卑。柳如烟似乎在看手机，很快就回复了消息：没关系的宝宝，我不是那种肤浅的人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，不提分手好不好？通过手机扩音器传输出来的声音有些失真，柳如烟磁性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，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下耳朵，觉得耳朵有些发热。下一秒我清醒过来，贺强，你不要掉进柳如烟的陷阱中，这是恶魔。对不起宝宝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我想我们还是分开算了吧。消息发送出去的下一秒，柳如烟猛地拉开门，一双多情的强花眼中带着一抹怒气。我坐在那里有些发懵，柳如烟你干嘛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心平气和地把手机递给我。小军师，到你发挥的时候了。一面是柳如烟的威逼利诱，一面是小号发来的分手消息，我就像是被架在火堆上的烤鸭，仿佛下一秒就会被端上餐桌。我实在是不知所措，想把这烫手山芋还给柳如烟，这个我不太会，要不还是你自己。小强子，柳如烟站在我面前，穿着我买来的黑色绸缎衬衫，没系好扣子，露出隐约的轮廓，以我的视角刚好能对上那粉红的点点。我吞咽了一下口水，柳如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，压低声音：小强子，你是饿了？我给你点外卖吧。我下意识地点点头。柳如烟从我的手里拿过手机，指尖轻轻划过我的手心。我承认，我被她的美色捕获到了，吃了我的饭。小强子，你就得帮我干活了，干，掉坑里了。我贺强这辈子走的最远的路就是柳如烟的套路。柳如烟不是人，不仅压榨我帮她拍照片，还要我帮她搜集各种甜言蜜语，就连她约会的流程我都要帮她想好。柳如烟，你把我当成生产队的驴了，都不让人休息的吗？在我拍了地不知道多少张照片后，我忍不住了。柳如烟像是要展现自己的美色一般，每个角度都要我拍上好几张。小强子，你不打算帮我了吗？柳如烟可怜兮兮的望着我，有那么一瞬间我父爱泛滥，很想抱她抱在怀里安慰一下，但是下一秒我便反应过来，这是个圈套啊！你少来，我没有必须要帮助你的必要，帮助她是情分，不帮她是本分，更何况我还是柳如烟的网恋对象，有帮助网恋对象追求自己的吗？柳如烟见骗不到我了，微微有些失望，慢条斯理的将衬衫扣子系好，看那美景被掩盖，我有那么一丢丢失落，不过只是一丢丢，没有多。小强子，你流口水了，难道你很喜欢看我吗？喜欢个屁，我贺强不是那么肤浅的人，只要你帮我哄好我的小宝贝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的小雷达蹭的一下竖了起来，真的我想要什么你都可以给我吗？我有些不信任的看着柳如烟，为了防止我不相信他，柳如烟直接把自己的银行卡放在我面前，密码是我生日，随便花随便花，这么大气。对了，我还得给我的小宝贝发红包呢。下一秒我的手机震动了好几下，柳如烟敏锐的眼睛直直的盯着我。小强子，你好像有消息来了。我的小雷达猛地立了起来，没有吧，你听错了。柳如烟没说话，拿着手机操作了几下，我的手机紧跟着震动。小强子，为什么我给我的小宝贝发消息你的手机会震动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哈哈，真巧哈，我跟你的小宝贝是一个人呢。就在我思考接下来该如何解释的时候，就听见柳如烟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小强子，我单身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谈个男朋友，我肯定不会分手的，对不对？我满脸尴尬，当然当然，我怀疑他在威胁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某天早上睡得正香的我接到了柳如烟打来的电话：小强子，我想请我的宝贝去游乐场玩，你请你的小宝贝去游乐场叫我干什么？等等，你要干什么去？电话那头的柳如烟愣了一下，重复了一遍他的话：我想请我的小宝贝去游乐场，你为什么要请他去游乐场？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登上小号，确定没有在小号里看到游乐场邀请时松了一口气。上次见面他没有出现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的形象不好，经过这段时间你的帮助，我已经突飞猛进了，到了要表现的时候了。别介祖宗，求你别。在我想好该如何解释清楚前，你先别说话好吗？根据我的经验来看，你还是有些太突然了。电话对面的柳如烟果然被我唬住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那小强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该怎么着理由抹杀了柳如烟这个想法呢？你可以先问问他有没有时间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柳如烟这样说着：可是他前段时间跟我说想去游乐场玩的。我翻看了一下前段时间的聊天记录，果然找到了想去游乐场玩的消息，这竟然真的是我说出口的话。小强子，为了我的幸福，你会帮我的对吧？游乐场前人来人往，我用帽子和口罩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
出一双眼睛，而柳如烟打扮的人模狗样，淡灰色的长风衣将她那优秀的身材全部展现出来，她就是一个都市精英，而我跟个小偷似的。门口的保安已经偷看我们很久了，我们已经站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你的小宝贝什么时候能来啊？柳如烟晦涩不明的看了我一眼，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，她拿着手机去了一边打电话，我站在原地心平气和。几分钟后柳如烟回来了，语气有些失落，她不接我的电话，我心平气和的安慰她，说不定她正在赶来的路上没时间接电话呢，咱再等等。我就没等小号，怎么可能接到电话？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不然肯定会打个措手不及。柳如烟有些意外的看着我，当初你可以不赞同我约她出来玩的，你现在怎么改变那么大？能不大吗？想了一晚上该怎么解决这件事，最后的决定是将计就计。我这个恋爱军师你就放心吧，肯定会让你抱得男人归的。虽然但是这是我想看到的场景吗？最终小宝贝还是没出现，柳如烟只好先带着我进游乐场。我左手棉花糖，右手糖葫芦，吃的开心，还不忘刺激一下心情不好的柳如烟。要是你的小宝贝这个时候进来看到我们两个这么亲密怎么办？柳如烟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巾，将我嘴角的棉花糖擦干净，又顺手把用过的纸巾揣进口袋里。她的动作轻柔，没有让我感受到任何不舒服。到时候我就跟她解释你是我的弟弟。我脸上的笑容蹭的一下消失了。什么弟弟？谁是弟弟？看样子你的好弟弟很多嘛。这个糖葫芦好难吃，一点都不甜，酸死了。我低着头闷不作声的向前走，身后柳如烟没有挽留我。柳如烟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，谁是你的弟弟？我才不要做弟弟。小强子不做弟弟，难不成想做我老公？我被吓了一跳，转头看向身后，柳如烟拿着一个海绵宝宝的气球，笑盈盈的站在我身后，问我怎么不说了？刚才骂我不是挺欢的吗？我接过他手里的海绵宝宝气球，有些许的不自然，不知道刚刚的话他有没有听到。你别乱说，要是被你的小宝贝听到，他该误会了。柳如烟弹了下我的额头，大不了一会我和他好好解释一下。今天带着我们小强子好好玩。春节我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1314转账，待在家里生活费本就不多的我，那就跟见到富婆一样。点击领取的手突然反应过来，账号不对，我没敢收。欺骗柳如烟感情的事好解释，但要是收了他的钱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见我不收，柳如烟很快便给我发来消息：宝宝，你为什么不收啊？是觉得少了吗？那我再给你转点。别，我阻拦的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刷刷刷又发来一个5200。冷静，冷静，贺强，这钱咱不能收，说什么也不能收，收了肯定会像鞭炮大侠那样被柳如烟念叨一辈子的。宝宝，你把钱收了吧，我都标注自愿赠与了，你为什么不收呢？宝宝不要有心理负担，老婆赚钱很厉害的。祖宗啊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敢收啊。我颤颤巍巍的手点击了退回，对着手机里柳如烟的丑照一顿念叨：你知道我错过了什么吗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肯定就收了。既然宝宝不收钱，那我给宝宝买礼物吧。大姐你认真的，为了防止柳如烟继续做出骇人听闻的事情，我特意发了条语音过去，不用麻烦了宝宝，我手上还有钱的，宝宝钱留着需要的时候花吧。另一边的柳如烟将这条语音听了一遍又一遍，想象着某人说出这句话时是如何的心痛。她想了一下，给另一个账号转账500。小强子，你被盗号了。小强子，你确诊晚期了，不然你怎么会给我转账？如烟，不要你就给我还回来。小强子，不可能，给我的就是我的。柳如烟无奈一笑，果然小强子还是那个小强子。我和柳如烟之间的来往，因为成为他的恋爱军师后走近了很多，每天两个人的聊天内容几乎都是他怎样打扮，怎样哄男孩子，也不知道隔壁老柳家有没有时间。我想着年后请他家吃顿饭呢。吃饭的时候，我爸闲来无事提起一句，正在思考接下来该如何跟柳如烟分手的我，顺嘴回了一句，他们家初二要去走亲戚，大概初五回来，柳叔叔初七才会上班，大概初六有时间。说完这句话，饭桌上一阵宁静，我暗道一声不好，说漏嘴了，把柳如烟和小宝贝讲的事情说了出来，这不是我一个普通竹马能知道的事情。紧接着我爸八卦的眼睛就看向了我，他们家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之前柳如烟跟我说过一句，我就记住了。我硬着头皮回答，原来是如烟跟你说过一句啊，你俩关系不是不怎么好吗？他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件事？难道说你们两个偷偷联系过？我低个亲吧，哎，再聊下去我这点秘密可都被爆出去了。当然是因为柳如烟谈恋爱了，他怕哄不好对象所以来找我取经。我这样说着连自己都相信了。我被我爸安排去隔壁请柳如烟一家吃饭，柳叔叔开门后便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叫柳如烟起床。我被半推进了柳如烟的卧室，她躺起床上睡得正香，温和的阳光顺着窗帘的缝隙照在她的脸上。都说一个人的睡姿能表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柳如烟侧睡着，没安全感的表现。柳如烟，柳如烟起床了。我轻轻推了一下她的肩膀，迷迷糊糊的她睁开眼睛，一把抱住我的手，嘴里呢喃着：宝宝你怎么来了？我心中大骇，被她抱住的手都不敢抽回来。柳如烟在说什么？她喊我宝宝是发现了真相，还是把我认错了人？我下意识的认为是后者。柳如烟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？她睁开眼睛，迷茫的双眼眨了又眨，凑上前在我的手背上吧唧一口，继续睡着。宝宝乖，我再睡一会就起来。宝宝你玩会我的手机，密码是。柳如烟的手机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，只要我按照她说的打开手机，删除掉我的小号，那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和她网恋的事情。我伸出去的手刚触碰到手机，下一秒我猛地收了回来。我不能这么做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柳如烟，赶紧起床了。被我大嗓门吵醒的柳如烟满脸幽怨：小强子，你什么时候练的河东狮吼啊？若是换了平时，我肯定会呛回去。但经历了刚才事情的我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你赶紧起来吧，一会去我家吃饭。我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柳如烟拿起一旁的手机，壁纸是一个短发男生，那个人是我，而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。我家和柳如烟家吃饭已经不是件寻常事，奇怪的是柳如烟竟然当着所有长辈的面给我夹菜，还给我包下。这一系列操作当时就给我弄懵了，我把手伸到桌下去掐柳如烟的大腿：你疯了？柳叔叔捂嘴偷笑，没想到如烟和强强的关系这么好了，说不定我们有成为一家人的可能。柳如烟同样微笑着把一碟子包好的虾放在我面前：阿姨叔叔可以放心，我肯定会照顾好小强子的，而且我的人品肯定能保证的。看着柳如烟如此熟忍的样子，我莫名觉得有些难受，她手机里可是有一个整天宝宝叫的男朋友，还整天当着我妈爸的面说这么暧昧的话，她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替身还是第三者？我越想越气，不能让柳如烟过得那么安稳。
叔叔真会开玩笑，柳如烟都谈恋爱了您不知道吗？柳叔叔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柳如烟有些不满的皱眉，似警告般的说，我小强子注意场合。我没在意他的威胁，继续说着，听说他最近在网上谈了个男朋友，还让我帮忙出主意如何追人呢。柳叔叔立马转头看向柳如烟，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不是一直都喜欢？柳如烟叹了一口气，爸，这是我们回家再说。我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。吃完饭后，柳叔叔和我爸爸坐在一起商量着结婚要准备的东西，我路过听了几句，心中纳闷，谁要结婚？强子你快来看这件婚纱好不好看。柳叔叔您看婚纱干什么？柳叔叔与我爸对视了一眼，笑眯眯的看着我。如烟说想要结婚了，我这个做长辈的肯定要帮他准备准备，你们年纪小，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准备，我们这些大人能帮你们做挑挑。结婚？柳如烟要结婚？他和谁结婚？他结婚了我怎么办？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袋里，我顾不得思考现在的情况，直接跑到柳如烟的面前质问他，柳如烟你要和谁结婚？正在和我妈喝茶的柳如烟一愣，神情有些紧张，小强子你也知道我现在岁数大了，也到了要成家的时候，不过你要是觉得太早的话我可以晚一。我没耐心去听他那些解释。柳如烟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要和你那个网恋对象结婚？柳如烟要拉我的手却被我甩开了，他就跟你谈了几个月的对象你就打算跟他结婚了？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。柳如烟许是意识到我的情绪不对劲，拼命拉着我的手想要解释清楚，小强子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没听柳如烟的解释，穿上外套就出了门。自从那天吃饭之后，我和柳如烟的关系下降到冰点，主要是我无法面对他，明明知道我和他的网恋对象是同一个人，但一想到他要和对象结婚我就很不舒服。他喜欢的是手机里的宝贝，而不是我贺强。我喜欢柳如烟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了，他拿我当弟弟却从未拿我当一个男人。我可以很平静的和他说生理期，可以跟他一起玩双人小游戏，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能到这个地步。朋友说我该找个女人谈恋爱了，于是我选择网恋。在网上谈恋爱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改变，见面那天我想把事情都说清楚，却没想到和我网恋的人竟然是柳如烟。我承认我慌了，于是我逃了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都在骗你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。对不起柳如烟，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，用小号和你谈恋爱的事我会找个机会解释清楚的。我去了爷爷家散心，看着外面的大雪纷飞，突然觉得内心一阵宁静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或许能放下柳如烟。小子回来吃饭了，爷爷在门口喊我，我小跑的进了屋，刚一进屋就看到餐桌前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柳如烟。他身上的衣服还沾着雪花，焦急的赶来，脸和手都冻得通红。他一个南方人适应不了北方的寒冷，可即便如此他还笑着对我说，小强子见到我怎么不打声招呼，我千里迢迢的过来找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，不告而别就是你的决定。我不知该怎么面对他，只能默默坐在那里吃着饭。柳如烟和爷爷聊天时提到了我，强强他是个好人，这件事是我错了，他跟我生气很正常。放心吧爷爷，我肯定会照顾好强强的，我嫁妆都准备好了，只要强强答应我，我们随时都可以结婚。结婚？我和柳如烟结婚？吃完饭我悄悄的把柳如烟拉到我的屋子，有些紧张的盯着他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不是有个感情好的网恋对象吗？怎么就跟我结婚了呢？柳叔叔和我爸爸商量购买结婚东西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怎么一转眼就换人了？小强子你当真以为我认不出你吗？听着柳如烟带着丝笑意的声音，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一个绝不可能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难道从一开始他就知道那是我的小号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柳如烟莫名其妙的叹了口气，贺强，我从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你了，我也知道我的网恋对象是你，本来想和奔现那天把事情说清楚，但你不肯承认也就耽搁了。我让你当恋爱军师是因为我怕你跑了，所以才结婚。我是认真的，我知道有些突然了，但从始至终我想要结婚的都只有你一个人，所以小强子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柳如烟推心置腹的将心中想法全部说了出来，我的眼角不知何时蓄满了泪水，青春期的梦在现实中实现了，我却没有丝毫的不安。正如柳如烟所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。小强子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我名下有一套房一辆车还有存款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伸出手将他从地上扶起来，先说好，我答应你可不是为了你的钱，因为我也喜欢你。柳如烟手还在微微颤抖，他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小强子你答应我了？我点点头。小强子你终于答应我了？我点头的动作一顿，为什么要用终于？因为我之前准备送你的情书被你丢进垃圾桶里。我心跳速度逐渐加快，原来那情书是，那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，周边的女生男生都意识到了什么是异性，课间我总会收到女生送来的情书和小礼物。贺强同学，这是我送给你的信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女生把情书和巧克力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，一旁正在看书的柳如烟猛地把情书抢走，你现在是很重要的时候，其他事情不能影响到你，可是也有人送你情书的呀。我弱弱的反驳着，我是姐姐你不一样，我打不过柳如烟，所以我打算找到她收情书的强有力证据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战胜她。在我蹲守的不知道第多少天后，我看到柳如烟的书包里装着一个粉色的信封，是情书没错了。我找了个柳如烟不在的时候将情书从她书包里顺了出来。贺强你在干什么？柳如烟回来时看到我手上的粉色信封，脸上有一瞬间慌乱，我晃着手上的信封，柳如烟你不以身作则竟然还偷藏别人送你的情书，有点过分了吧。这是头一次柳如烟没有反驳我，而是慌乱的朝我伸出手，小强子听话，把那个信封给我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把别人送我的情书销毁了，我也要销毁掉别人送你的情书，这才公平。我这样说着，但只有我知道心里是如何的酸涩，写情书的男生对于柳如烟来说一定很重要吧。于是我当着他的面将信封扔进了垃圾桶里，沉浸在喜悦心情中的我没有注意到柳如烟红了的眼睛。既然你当时写了情书为什么不送给我？我太过分了，不仅丢了他亲自写的情书，还假装网恋对象骗他，虽然结局是好的，但我还是很自责。柳如烟叹了口气，钻进我怀里轻轻安抚着我的情绪，那个时候我们太年轻了，就算把情书送给你也太早了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你给我写的情书，你说那个垃圾桶会不会没有倒？柳如烟如同变魔术一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粉红色的信封，信封上的蝴蝶结有些掉色，包装纸也是很早之前的材质，边边角角有点黄色。这是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这该不会就是当年的那个信封吧？
是当年的那个信封，打开看看吧。我伸出手打开了来自17岁柳如烟的心意。贺强，展信安。以前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件很麻烦的事情，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喜欢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从小到大我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，当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看，从未拿你当一个异性。渐渐你的身边有了更多更优秀的人，我也意识到你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同的存在。你渗透进我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点点滴滴我都知道。我们之间的关联在很早之前就变得不同。抢走其他人送给你的情书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我可以接受他们喜欢你，因为你值得，你是个很好的男生。但我又很害怕，害怕你答应他们的追求。这封信我写得很冒昧，或许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将信送出去，但我想我总得做点什么事情。贺强，请问你愿意和我考上同一所大学吗？